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那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到这里来相聚，能够聚会是非常有福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来敬拜、来赞美，享受在他同在里，躺卧在他的翅膀荫下。我们深知今天早上，神必要大大来充满我们，他用他的爱来拥抱着我们，好叫我们每一个人或许从前风闻有他的，但是今天却要亲眼见神。Amen。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坐在这里了。我们相信，当我们看重神，神就他就看重我们，好不好？跟你的旁边人挥挥手说，你是有福的。是有福的。然后也扬起我们头，跟神说，主啊，我是有福的。主啊，我是有福的。主啊，我是有福的。哈利路亚！我们怎么样宣告，我们就怎么样成了。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先闭上我们的眼睛。每次聚会的时候，我都喜欢鼓励大家把自己敞开在神的面前，尽心竭力的赞美。今天早上既然你来了，就紧紧的抓住神，好不好？那我们在今天在敬拜当中更多的领受，被神来得着。一切从我们的赞美开始，打开我们的口，打开我们的心，也高举我们的手，为着自己来祷告。当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讨神喜悦，那今天早上的敬拜让我们跟神有一个真实的连结，好不好？一起开口为着自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主啊，寻求你的是有福的。主啊，让我们能够用称谢进入你的门，用赞美进入你的院。主啊，让我们在今天早上，主，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实的与你相遇，除去我们的软弱，除去我们的恐惧，除去我们生命当中所有拦阻。主啊，让我们在今天早上，主，我们单单定睛仰望在你的身上。主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拦阻我们来到你面前亲近你，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使我们的与你带来隔绝。主啊，谢谢你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能够举起我们的手，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用夸胜的声音来向神来呼喊。主啊，今天早上我有你在这里，我有圣灵运行在这里，好叫我们能够喜乐的来敬拜你。这里有神你同在，这里有你宝座设立在这里。感谢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敞开我们的心，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当我们预备好要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就来祝福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一切的颂赞、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你。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拍手赞美神。在这里，在赞美中被高举，你掌权，统管全世界，高坐赞美宝座前。我能够遇见你，即将成就一切，你改变环境，当我们高声赞美。现在我们敞开心门，大声歌唱，我自由。高声唱，赞美嘹亮，超越各方所有的声响，高举你，宣告秘密，跳舞完你。我赞美，我赞美，求经历改变，当你的痛在降临，我听见，你放开锁链。释放我们的自由，我能够遇见你，即将成就一切，你改变环境，当我们高声赞美。现在我们敞开心门，大声大唱，我自由，高声唱，赞美嘹亮，超越各方所有的声响，高举你，宣告你。Yeah.
真相，高举你，宣告你名，超乎万里。我赞美，我赞美，求经历改变，当你的同在降临，我听见你断开锁链，释放我们的自由。能够遇见你即将成就一切，你改变环境，当我们高声赞美，现在我们敞开心门，大声的唱，我自由起来，高声唱，赞美嘹亮，超越歌号，所有的声响，高举你，宣告黎明，超乎万里，高声唱。降临，就举起来，赞美神奇，赞美神奇，恩雨降临，再说赞美，赞美神奇，恩雨降临，赞美神奇，恩雨降临，赞美欢呼，赞美欢呼，普天欢庆。荣耀君王的降临，在赞美中被高举，主高声唱，赞美嘹亮，超越各方所有的声响，高举你，宣告黎明，超乎万里，高声唱，赞美嘹亮。高举你，宣告黎明，照不完你。哈利路亚，让我们来高举耶稣，哈利路亚。我清晰你都知道。
Amen.
家来唱。主啊，当我们遇到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候，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必保护必遮盖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也许我们心中会有许多的担忧害怕，但是神，你是不动摇的国，主啊，你的百姓也必不动摇。主啊，让我们依靠你，主啊，依靠你，主啊，我们就大有福气。主啊，恩高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出入都平安。主啊，也许主啊，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担心，但神，求你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主啊，让我们不受到疫情，不受到疾病的影响。主啊，乃是每一个敬拜你的人身体都健壮，灵命都兴盛。主啊，也帮助我们更有信心的为你而站立。主啊，能够去为更多有需要的人来祷告。在这个恐慌的时候，主啊，让你的百姓，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带出那个安定的力量。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相信因着你的平安，我们所居住的环境
都会得到医治，也会得到恢复。主啊，也借着你的平安，主啊，你的应许是平安带来身体的医治，也带来环境的改变。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见到面在喊平安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在祝福彼此，祝福自己，也祝福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主啊，把你的平安赏赐在台湾，主啊，让这块土地因着耶稣，主啊，有一个极大的安全感。主啊，让我们不要担心害怕，主啊，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啊，感谢你。主啊，也祝福我们准备要过年，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家，主啊，在过年的时候大家能够欢喜快乐的团聚，主啊，能够分享彼此的生活，能够分享彼此的爱。主啊，也让我们在家里面在过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祭坛的时间，一起把感恩献给你。哈利路亚，主啊，让这个今年的过年是一个温馨的一年。主啊，也许我们哪里都不能去，但是让我们的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主啊，你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做恢复做连结的工作。哈利路亚，谢谢主，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最后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吧，弟兄姐妹，我们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神。邀请弟兄姐妹继续跟我站立一下，我们要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我们今天先念一处的经文，在启示录的22:12-14，那后面的经文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再来分享。好，请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阿们。还有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好，阿们。愿神的话祝福弟兄姐妹，我们请坐。我们先来看本周的消息报告。大家好，我是怡珍。大家好，我是碧姐。欢迎收看本周教会消息。为营造专注的主日敬拜氛围，敬请弟兄姐妹再次帮我确认手机是否关机，转为静音或是震动。若您需要协助，欢迎询问场内招待人员。这是我们的家，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一起尊重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美好时刻。本周日起将正式开放空中花园导览，集合时间为每周日上午的11:45，于四楼电梯口集合。欢迎弟兄姐妹带着新朋友家人一头前往散步，欣赏空中花园之美，连赖副总统与台南市长都说赞哦。初一新春礼拜将在2月1日早上9:30-10:30于一楼大堂举行哦，记得是9:30哦。邀请弟兄姐妹带着全家一起回到神的家来敬拜，领受加倍的祝福与恩典哦。本堂于1月9日、16日与23日三周主日后，在文创一楼有春联手写义卖哦，一张是100元，所得皆奉献于建筑基金，欢迎各位弟兄姐妹至大厅购买，为自己的家预备春联喜迎新春，也祝福上帝的家。建堂基金义卖，秀兰姐妹自制眷村湖南风味腊肉，使用台湾猪肉，不含防腐剂哦，单包是220元，三包特价600元，数量有限，主日后赶紧到花车处预购或上网登记吧。You are invited， 就喜利啦。You are invited， 2022年第一季事工招募开跑喽！
透过参与上帝家中的服事，上帝会帮助我们更多认识他，赐给我们个人的恩赐与才干，使我们在当中长大成熟，一起经历上帝丰盛的祝福与恩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哦。邀请对事工有兴趣、有热忱想服事神的弟兄姐妹一起加入事工团队吧。即日起至2月13号开放报名，详情可以请洽大厅的事工招募柜台，或是请洽各区牧的小家长或是干事小五哦。好消息，好消息！即日起，虹桥先知性艺术商品有新春优惠哦，三角桌历特价是150元，买4本再送1本。祝福卡特价2盒是700元哦，主日后于1楼大厅先知性艺术摊位购买。还有还有，虾皮卖场正式开卖咯，欢迎扫 QR code 或搜寻卖场活石文创，里面有贩卖许多教会的经典商品，是新春或是新朋友受洗的首选哦。出货快速，送礼更自在，让更多在远处的家人与朋友可以直接购买，欢迎大家多多宣传哦。以上是本周教会消息。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过年，我们农历过年是我们的新春，我真希望我们真多在过年晚所有兄弟姐妹可以在家里参加修行餐，也可以参加祈祷、参加娱乐，我意思是说请大家人重视在我们过年那一晚，真多做老爸的人无论伊信主无信主，拢爱做一个家庭的家长，还是属灵的领袖，来做一个家庭礼拜，做一个祭坛。互咱家庭啊，因为祭坛上帝应邀，跟咱三个比的。我有备办一份资料，互咱通伫迄个资料中间，你照这个方法来做。我你的家庭一定安尼来，这就祝福。所以鼓励咱的家庭伫过年暗唔好白白过，咱一定爱有一个敬拜，有一个阶段伫咱家庭的中间。第一项就是咱旧历初一，咱要有一个新春的感恩礼拜，咱从9:30开始。伫这个感恩礼拜中间呢，咱要祝福咱的细囝，反正有聪明智慧栽培，反正读书哪来哪好。过去咱的教会拢有一个小红包，或者囡仔，伫25岁以下的囡仔，伫今年咱有双倍的祝福俾囡仔。所以请咱这青少年来参与咱的新春的感恩礼拜。伫80岁以上的人，咱嘛要有双倍祝福。伫过去，咱互遮80岁以上的人，拢有一个小小的礼品。今年呢，我嘛要加倍。所以90岁加倍，100岁要加倍安尼吼。我即卖有100岁来跟咱三个敬拜。咱的教会要希望，互伊即个人有一个10,000块的礼品。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我们来敬拜上帝。在这天呢，我们也要送礼品给这些在教会有功劳的人。在过去一天的中间，有很多人对教会有很多帮助，这些都是我们教会的兄弟姐妹，也是我们的志工，他们真的对教会有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在那一天，我们也要颁奖给这些人。再请新春感恩礼拜就是台湾人的感恩礼拜。我感谢上帝帮助咱，我们这些兄弟姊妹会当奉献咱的2021年的感谢奉献。所以唔好忘记哩，咱这礼拜开始分茶啊，唔忙你会当准备这茶啊，伫新春感恩礼拜时，也是提早来做一个感恩奉献。我相信今年是2022年上帝的加倍的祝福，加倍稳定的家庭的中间，我上帝祝福咱
啊，因为我今仔日有一挂代志无得咧，总是上帝稳定甲福分，永远甲咱三个比的。我们跟隔壁弟兄姐妹打个招呼好不好？挥挥手一下哦，感谢主。爸爸不在，还是要讲一段哈、哦。还有几个报告，就是我们。天国花园还是有导览，如果弟兄姐妹想要上到顶楼去看看的，11:45在4楼，在4楼、哦、就是出了电梯口就在那边等就好了、哦、我们会有导览员、哦、那这个有一个牧师来看我们的空中花园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觉得你站在这边看整个台南市好像在看耶路撒冷吗？你知道我们自己看都没有感觉，当人家讲的时候就越看越像，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变成一个要祝福这个城市、祝福神的城市的一个地方，所以上去看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那这个我们进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也都看到我们有一个市集嘛，哈，义务协会举办的这样子的市集哈，是让教会可以热闹一点。殊不知昨天确诊人数忽然暴增，哦，所以大家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帮忙捧一下场好吗？好，这个他们有优惠券啊，好，如果有需要的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可以拿。那如果弟兄姐妹的车子是停在南蒙的，哦，你的爱车停在南蒙的，你要逛市集没有问题，但是请先把我们的车子移过来啊，我们的教会这边，好，因为南蒙12点就会关门，好，所以我怕你逛完你也出不来了，好，就留在文创吃东西也不错，好，但是我们里面不能吃，只能在外面吃。所以如果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第一次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有预备餐点，好，让大家可以拿回去享用。OK， 我们要准备过年了。好，准备要过年了，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怎么在这个接下来的一整年，哈，一整年当中，去发现神的祝福。当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都有高低起伏嘛，哈，都会有喜乐、有忧伤的时候，有顺境、有逆境的时候，好。在顺利的时候，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当我们进入到逆境的时候，哦，我们就会开始问说，上帝你在哪里？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常在问的。哦，当然我们也会说你要数算神的恩典。哦，那在今天读的经文启示录呢，哦，神自己说，13节他说他是首先的，他也是末后的。哦，13节他说是首先是末后的。哦，他是开始也是结束。所以一年的开始，哦，我们都很有盼望，我们都知道神会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一年，然后都会想说我今年要不一样，我今年要有突破，哦，今年会更好，会比去年更好。那在年终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数算过去一年的恩典嘛。所以每当我们在年尾的时候，感恩节、圣诞节，弟兄姐妹都会聚集在一起分享我们过去一年这个神在我们的家中或者在我们的身上做的奇妙的事情。哦，所以有开头也有结尾，那这个中间的过程呢，这一年的中间其实是最漫长的，对不对？是最长的一段时间，一定有很多需要带导的事情，一定有很多需要神帮助的事情。哦，我们一定有需要，也会有压力，也会有挫折，也会有挑战的时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耶稣在哪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哪里？刚刚读的启示录14节，他就说得很清楚，他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什么叫做洗净自己衣服的？就是用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人，哦，就是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相信耶稣的人有福了。只要是跟随耶稣的，当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就成为那个有福的人。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只要开始跟随耶稣，不管是什么时间点、什么时候，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哦，再说一次，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哦，神说我是首先与末后的，但是首先一直到末后，从开始一直到结束，只要是相信耶稣的人都是有福的人。阿们吗？阿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旧约的时代，
讲一个故事，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的时间，走了40年的时间。在这40年间，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上帝一直与他们同在。上帝没有跟他们讲说，哎，我是首先与末后的哦，所以呢，我在埃及的时候帮助你们离开了，我彰显了这么多神迹，有石灾啊，然后红海分开啊，然后又淹死那些追赶你们的人啊，在离开的时候一开始是这样嘛，对不对？这么多神迹奇事，然后上帝没有说好咯，首先我帮助你们咯，开头我有帮助你们咯，那我也是末后的，所以我在迦南地等你们啊。那中间这40年呢？没有，上帝没有这个样子哦，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这40年的当中，其实是最需要上帝的时候，在这个旷野的路程当中是最需要上帝的时候。所以出埃及记13章21到22节，我们来看今天的另外一段经文。当他们在旷野的期间，神给他们什么？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在夜间怎么样？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所以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16章11到15节继续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的怨言，你告诉他们，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上帝在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40年的时间，每一天哦，每一天用云柱跟火柱带领着他们往前走，而且每一天都还有免费的食物可以吃，哦，有玛纳可以捡，有鹌鹑飞到你面前，哦，这是神在整个40年的过程当中给以色列人一个很清楚的应许，就是我没有离开你们，我都与你们同在。我们的文化，不管是不是我们的文化了，现在在我们的习惯的里面跟训练的里面，很容易去注意到开始跟结束，我们很看重开头，也很看重结果，这是我们的训练，你结果一定要好啊，才会有好的果效嘛，对不对？那中间怎么做，常常我们不太管，但是在这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40年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很容易去忽略了神的祝福，因为他们眼前看到的是旷野，他们眼前看到的是荒芜，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沙漠。所以对他们这个40年的 这条路啊，几乎都是抱怨的路，没有抱怨什么，没有水，没有食物，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然后还想着要回去，在过去在埃及还比较好，还有家可以安歇，虽然当奴隶，但是还有吃的，很多的抱怨，但是上帝很有耐心的解决他们每一个问题。连我们刚刚读到出埃及记16章15节，当他们看到玛纳的时候，16章15节，他们说看到玛纳的时候，还问说什么？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就是玛纳原本的意思，玛纳翻译过来就是这是什么？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以为玛纳这个名字很好听，对不对？但是玛纳原本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在旷野需要食物，然后上帝给他们食物，他们还问上帝说这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连这是神的祝福都没有发现啊，
这是神的供应都没有发现啊，这对他们来讲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在要离开埃及的也是他们，对不对？喊半天啊，主啊，你什么时候带我们离开这个为奴之地啊？离开后哀哀叫的也是他们啊，怎么早知道还不如回去当奴隶。嗯，哦，真的是很好笑，很讽刺。所以他们几乎都没有发现说神其实每一天都陪在他们的身边，而且这个食物的恩典是每一天给你的哦，每一天供应你的，每一天的祝福，每一天都有恩典。只是以色列人还在想，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们这个礼拜有一个机会去到一个弟兄的家，这个弟兄叫大王，他最近蛮红的，现在连奉献诗都搞得像演唱会一样。他就分享了一个见证，因为 他的这个屋顶重新的整理了，那希望我们去带给他祝福，所以呢，他就邀请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同工去那边做祷告这样子。他就分享了他这个改建的这个经历，这个屋顶改建的这个过程。他就说房子其实有一定的年龄就一定会有问题，大概二十年了，房子20年了，老旧了就一定会有问题，这是很正常的。那他就开始发现说这一两年开始有很多的漏水的状况，然后请人家来补这边，然后就漏那边，然后补这边，然后又漏那边，所以补东边漏西边，补西边漏东边，哎呦，就很烦啊，你知道这种事情就是 会很阿脏，因为感觉好像都没有解决嘛。那之前牧师也分享过说，就给他一个建议，你屋顶全部遮起来就不会了，就没事了。那他就想着，但是还是要整理嘛，他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找厂商询问，去比价，然后找到一个也是主内的弟兄然后愿意来做他的这个屋顶来承包这个案子。那他就说他找到的这个弟兄呢，是在做过高铁的，做过台电的工程的然后他就用这个大楼的规格来整理这个大王这个套厅处就是一个民宅然后这个他就非常的放心，那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谈了之后，就觉得这都是神的预备，就一签约之后，他就说哇，这个厂商呢，上一个工程延误到，所以延误到他的工期，所以就一直的在那边拖，那大王这个人就是有时候因为一些事情就会比较。这个容易搞超环然后就是会比较担心一点因为讲好了嘛，我们也都预备了嘛那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做工程有时候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很多突发的状况但是也没有办法所以当然心里面也是会有很多的担心，那他就请同工们都不断的为他祷告。可是他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神帮他开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哇，找到了一个弟兄来帮他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有很多的挑战工期延误啦，然后下雨啦然后这个怕这个做到一半还没有做好，下雨又漏水啦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的担忧。可是他说当他回来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有很多的恩典，比如说屋顶要灌水泥那原本要这个等干了才能做防水嘛可是呢水泥铺上去就开始一直下雨没多大可是他们家就说很奇妙的是，这个因着下雨让水泥可以不会这么快的就裂掉不会这么快的就裂掉所以这个他也因为这样子的事情献上感恩。那还没有防水嘛，所以呢他也很怕这个四周下雨的时候 会有漏水，所以他就请同工为他祷告。那祷告的当中呢，他就说神很奇妙的保护了，遮盖了他的屋顶让这个原本要下雨的日子结果都没有下雨，
所以他就躲过了这个灾难这样子。而且他还在跟这个厂商在讨论设计的时候呢，他就说很奇妙的，因着他的这个尺寸的大小，就是用公版的比较便宜嘛，可是公版的又有时候又不一定完全符合整个这个顶楼这个围栏嘛，那他就觉得很奇妙的是，当他在跟这个厂商讨论的时候，就构思出中间要摆放12个十字架，十字架跟十字架的中间都有那个玻璃窗这样子，他就觉得神好奇妙怎么会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让他在屋顶有12个十字架，好像12个门徒一样，然后又让他找到了一个艺术家所做的一个很大的艺术品的十字架，好像耶稣一样，他就觉得那个地方是要献给神的。所以他就说在过程当中虽然不容易，可是他发现神一直都在帮助他，而且他非常感谢神借着祷告都拖住这些工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或者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想法，就是这是什么，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或者是现在是怎样就是跟以色列人一样，连看到神的供应都还在问这是什么。但是神在跟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这是恩典啊，这是祝福。虽然你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不知道迦南地正确的地址在哪里，但是在这个旷野的过程当中才是经历神的祝福最好的时间。因为神从来没有离开过，神一直都在他们身边帮助他们。在创世纪的12章也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地父家去到神要指示他要去的地方，然后告诉他，你看有一个开头有没有说你要离开， ending 是什么？第二节，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上帝把开头跟结尾都告诉他了，中间呢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说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我会跟上帝讲，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正确的地址，总是有吧今天我们都需要嘛，对不对？要去别人家，你可不可以给我地址，我 Google 一下就到了但是上帝没有给亚伯拉罕这样子的地址上帝把开头跟结尾都跟他说了，但是其实这个过程是我们常常最关心的但是上帝却没有说。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我听到我会开始想说，神啊，那中间呢我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要不要计划一下，我需要带多少东西，要不要计划一下，我需要准备什么，要不要计划一下，安排一下。上帝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如果亚伯拉罕，如果他没有走出去，他没有凭着信心照着神的指示走出去，弟兄姐妹，他如果没有经历这些高低起伏，没有在每一个关卡当中经历成长，经历神的带领，这个结果是不会发生的。成为大国，成为人的祝福，这个结果是不会发生的。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时间在读圣经没有很顺，亚伯拉罕的过程是没有很顺的他们到了埃及还要骗法老说这是我妹妹，有没有？然后神还要向法老显明说你不可以娶这个人的太太，所以法老就赶快叫他们赶快走。但这其实是神的保护有没有？这是神在他们的身边保护他们在他们要跟他的侄儿罗德分开走，他让罗德选比较好的地方，他自己选比较差的地方，真的很有爱心但是神也没有亏待他神让他遇到了敌人，还跟他说我要成为你的盾牌，这是神的保护，这是神的恩典跟祝福。再来，他用了人的方法去生神要给他的应许的下一代，他用自己的方式 来选择来做这样的决定，但是神还是照着神自己的计划让他生了他自己该有的下一代。
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说，整个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地父家的这个过程，其实都有神的介入，都有神的恩典跟祝福。我知道可能很多的时候在过程当中我们会感受不到恩典哦，有时候在做一件事情做一个决定的过程当中是很挑战的，感受不到神的祝福，感受不到神的帮助，因为目标就还没达到嘛，目的地就还没有到嘛，所以我们会很痛苦，会有压力。但是亚伯拉罕他怎么样？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再糟糕的决定，遇到攻击也好，做错的事情，做错的决定也好，神都让我们知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亚伯拉罕。所以不管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应许跟看见，就是他绝对不会离开我们，而且还有祝福跟恩典跟着他。所以弟兄姐妹，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展望 到接下来的一整年，我知道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期望，会有很多的盼望，当然也有很多的担忧，特别现在疫情的状况哈。但是没有关系，神给我们很清楚的应许是他一直跟我们同在，他不会离开我们，而且还有祝福跟着我们。所以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从以色列出埃及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其实 很多的时候，神这个他们对于神的信心啊，他们对于神的信心有的时候是会卡住的。虽然我知道开头都是神在帮助我们，但是在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的生命还是会卡住，因为我们眼前看到的是现实，是现在的状况。那我指的卡住是什么？比较像怀疑啦，不相信啦，就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呀？这个不相信自己会成功啊，不相信我会达到目的地啊，不相信我会完成这件事情啊，会有这样子卡住的时候。我们在去年的圣诞节办了三天的特会嘛，就有一对夫妻来参加这个特会。那我们在最后一天，牧师就请同工们为弟兄姐妹来祷告。那有一对夫妻呢，他们是三天都来参加这个特会，所以在第三天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的渴慕，希望这个能够被服侍。所以刚好呢，他们就走到我的面前来，我就说有什么我可以为你们祷告的。然后他们就分享了说，他们这个结婚几年了哈，很希望有小孩，可是神一直还没有把产业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那太太的身体又好像不是这么容易可以受孕的，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祷告让他们能够有产业这样子。所以我就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服侍他们然后让他们就是觉得好像神在他们身上开始工作。12月底我们办的这个特会嘛，上个礼拜我就收到了一个消息就是他工作的地方就是的老板就跟我们讲说他要休息了这个我说怎么了因为他怀孕了。然后他们推算过去就是在三天特会的时候怀孕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奇妙你知道他们说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有很多很煎熬的事情每个月都会失望嘛，因为月事会来嘛，哇又没有成功又没有成功，这么长的时间其实他们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心思意念很容易觉得很挫败。可是他们说他们就是带着盼望来到神面前，然后祷告，三天的特会他们都参加，然后就是渴慕神，神就让他们在特会当中领受了从神来的产业。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把掌声归给神好不好？你知道在绝望的环境，在绝望的状况里面，神一直都在，恩典一直都在。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正在经历一些生命当中的破碎，或者是经历财务上的挑战也好，身体上的疾病的挑战也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寻求神，我们祷告。我也相信有的时候我们会被眼前的状况卡住，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但是要记得，我们正在这个恩典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在神要祝福我们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蒙福的过程当中，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应许哦。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讲到一个故事，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的，讲到彼得这时候还没有成为耶稣的门徒哦，所以他原本是做渔夫的，然后他就去捕鱼，那整夜捕鱼他都没有收获，那对一个渔夫来讲是一件很挫败的事情，那这个但是呢，其实这样子的挫败对神来讲是一个祝福的开始，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挫败，才让他有机会可以跟耶稣相遇，才让他有机会可以经历到耶稣的供应跟祝福。而且在这个时间点，耶稣出现了这个时间点，他差不多要结束他一天的工作了，已经要休打了啦，所以他带着一个很挫败的感觉，很挫败的一个状态，要结束今天一天的工作。圣经说他其实已经在洗网了，在洗网代表他这一天要结束了嘛，所以他想说我不可能再下去捕鱼了，我今天就这样子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甚至觉得挫败的事怎么可能带出祝福呢？甚至觉得说挫败怎么会是一个祝福呢？当耶稣要把跟他相遇之后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然后分享完之后就叫他下网打鱼嘛，然后他们原本要休打嘛，然后因着耶稣的出现，然后这个跟一整夜都没有捕到任何鱼的这个船，因着顺服耶稣的话把网丢下去，两艘船都载着满满的鱼货量回来，多到两艘船都要沉下去。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其实都希望说我们可以经历到像彼得这样子的一个祝福，在接下来的一年，我们希望我们两艘船都是怎么样满满的嘛，所以这个我们都会挂春联，希望什么福杯满意，不会满意今年生意特别好，主次平安是怎么样行李卡不好，那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祝福嘛，那也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来祝福，今年是一个丰盛的一年，阿们，而且丰盛到船要沉下去咯但是不要沉船好不好，OK， 但是神的祝福什么时候会发生？不是在跟神角色上来祝福我祝福我祝福我的时候，不是这个时候啊。神的祝福什么时候会发生？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的时候。当耶稣跟彼得讲说你把网子丢下去，彼得说我因着你的话我就顺服照着做，神就祝福他，让他得到了这么多的恩典。那到最后呢，第十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对耶稣说什么？耶稣对西门说什么？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当他们经历到这么大的一个丰盛跟祝福之后，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你要得人了，好像就是要得人如鱼啊。”然后呢，当耶稣讲完这句话，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把船靠拢，然后呢撇下所有的。你们看得懂这个文字上的意思吗？就是鱼都不要了，刚刚那两艘船的鱼我都不要了，撇下所有的，撇下刚刚所捕获的所有的产，所有的祝福，所有的丰盛我都不要了，然后跟随耶稣。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没有觉得很奇怪吗？钱都赚了，我不爱啊，我想说那我要公开了好，你知道我在想门徒的时候，我想说哇塞，你们好单纯哦，
哦，可能 要兑现也是需要一些时间了。但是哇，你们就丢着然后跟随耶稣就这样吗？弟兄姐妹，对神来说，这个满船的鱼啊，装满两船的鱼啊，不是神要给彼得的祝福啊。神要给彼得的祝福是成为神的门徒，是要成为那个跟随他的人，赢得更多的灵魂，不是赢得更多的鱼啊。所以耶稣才跟他讲说你要得人了，所以耶稣说你要得人如鱼嘛。哦，这么多的鱼只是神用来告诉彼得说，我是那个供应的神，我是那个可以喂养你的神，所以你跟随我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你是不会有缺乏的。神只是在让彼得知道这件事情。哦，可能有人会说，好可惜哦，你不卖掉再继续跟随耶稣，这样也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怎么会这么笨呢？哦，但是门徒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真实到经历神的时候，他知道我要抓的不是这些鱼，我要抓的是谁？那个给我恩典、给我丰盛的那个神啊，抓着他怕什么？当然中间也是有很多饿肚子的时候，但抓着他怎样？不用怕，饿了五饼二鱼拨一拨就有了，是不是？哦，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其实门徒知道我要抓的是那个供应我的神，我要跟随的是这个行神迹的神，所以他撇下一切来跟随这个耶稣。当然彼得跟门徒们跟随耶稣大概三年半的时间，哦，但当耶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个门徒的精神领袖死了吗？钉十字架了吗？发生什么事情？这些门徒散的散，走的走，逃的逃，有的回去做原本的工作。彼得也是一样，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回去做他捕鱼的工作。我们来看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三节，他说什么？西门彼得，这是耶稣已经死了，哦，已经钉十字架了，哦，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要怎么样？他做什么？回去做老本行，对不对？哦，回去做老本行，他还俗了，还俗了。哦，他回去做他渔夫的工作，然后他们也说，我们也和你同去。门徒们也都跟着回去还俗了。哦，他们就出去上了船。然后第三节最后一句说什么？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有没有像耶稣刚刚前面在呼召他们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有没有整夜都没有打着什么？然后第四节，天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怎么样？鱼甚多。有没有一样的故事再一次重播了？总演呢，一样的状况，整夜都没有什么，然后因着耶稣的一句话，他们顺服了，又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丰盛。弟兄姐妹，当彼得在他最失望、最绝望的时候，耶稣出现了。在他觉得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耶稣出现了。耶稣的出现是出现在彼得他最失望、最无助的时候，是彼得想要走回头路的时候，想要退后的时候，感觉好像耶稣很故意哦，让彼得经历这些破碎，经历这些挫败，怎么感觉好像等到最后一刻耶稣才出现？耶稣很故意的这样做，耶稣很故意的这样做。而且十二十三节，耶稣最后叫他们一起来吃早饭，然后就拿饼跟鱼给他们。这个饼跟这个鱼，这个鱼是什么鱼？是门徒们刚刚捞上来的鱼，还是耶稣已经准备好的鱼？
第九节，我们来看第九节，二十一章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什么？有鱼又有饼，耶稣已经先为他们预备好了要吃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已经为门徒预备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在跟门徒说，你们根本不用这么辛苦的去靠自己的努力去捕鱼，我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刚刚前面要你们做的哦，把网撒下去，只是要让你们去经历到我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我可以给你们丰盛，我可以给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我才是那个供应者啊，我才是那个供应的神啊，那个赏赐祝福的神啊。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过去的一年的时候，不管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到了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在要面对接下来的一年，我也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是不是很有盼望还是很绝望，都没有关系。过去的一年感觉台湾好像跟世界隔离一样，有一点这样的状况。那这个当然去年也有半年的时间都在疫情的里面，所以我找了一下资料，我们来看一下去年台湾到底发生什么大事好不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那个图，好，本土疫情三级警戒，众人生活巨变，忽然变得好像消息报告 OK。 然后这个太鲁阁火车的事情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对不对？你看台湾这么多严重的事情，然后奥运有没有？再来疫苗短缺，争吵不断，再来干旱，然后停电有没有？大家都在问你是 A 还是 B 还是 C 还是 D 对不对？哪一区会先被停到电？再来公投的事情，然后这个振兴券。振兴经济券啊，然后城中城大火啊，对不对？然后还有罢免的事情。你看台湾在过去的一年这么多，看起来好像很严重，好像很没有盼望的状况。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神一直都在，神一直都在掌权。我们来看一下，我整理了一下我们去年我们的教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事情好不好。第一个，有史以来我们的教会，不是这个，有史以来教会半年没有办法实体聚会，每个家庭每一周都在线上一起敬拜守圣餐，这是不是第一个创举？教会界的创举，大家都这样做对不对？再来，我们去年一共有106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疫情半年没有办法聚会的时间，我们还有100多个弟兄姐妹受洗，我们把掌声归给神好不好？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还有在疫情当中还有人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等到圣诞节受洗，我现在就要受洗，这么的渴慕。那再来，我们有大概280个家庭的祭坛跟职场的祭坛，我们的前一年大概才150个，到去年的时候我们增加了到快要到300个家庭的祭坛。这是神很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在疫情的期间我们可以服侍到这么多的家庭，服侍到这么多的职场。再来，我们去年的奉献总共加起来超过6000万，是教会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很奇妙，神很奇妙。最后一个是都没有是不是？好，没有关系，最后一个恩典就是我爸爸还健在。好，灯光掉下来还成了网红嘞，所以还不错啦，一夕之间这个广分享。我妹妹去台北，然后他们就说那个是你们教会的什么教会？天桥教会。天桥教会你好。他们就说，你不知道天桥教会吗？然后那个心里都不好意思说，然后他朋友就说，就是那个灯掉下来的教会啦。然后说是，就是我知道那个教会。现在没有人记得天桥，都记得那个灯掉下来的教会。弟兄姐妹，这是很多的恩典，这是很多的恩典，很奇妙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感谢神，借着这样子的事情让我们重新整理我们所有的灯光，也让厂商重新做了一些维护，好让我们能够在敬拜当中更安全。阿们，从 年初到年中，我们都知道其实一开始我们都会很有盼望，
我们也知道在年终的时候，年尾的时候，我们都会数算过去一年的恩典，但是在中间的过程呢，不要让神的祝福死在旷野里。弟兄姐妹，不要让神的祝福沉在海里面。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被一些事情卡住，可能某些在这个困难或痛苦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想要放弃，可能也会有人说，哇，我怎么都没有人帮助我、关心我，我想要回去我原本的那个舒适圈了，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想要回到我过去的埃及的生活。但是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就算在痛苦的过程，神都知道我们的状况，在不容易的过程，神都知道，因为他没有离开过，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是用云柱火柱带领着我们，用玛纳跟鹌鹑这样喂养着我们，而且也用装满了两个船的鱼来给我们一个确信，是神是供应的神，神是不缺乏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刚刚牧师有录一段影片，要邀请弟兄姐妹在这个除夕夜的时候，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有一个家庭的祭坛，吃年夜饭之前啊，因为一吃了之后就不可收拾了哈，所以假扮静静，好不好？吃年夜饭之前，我们可以有一个家庭的守岁的祭坛的时间哦，那可以跟家人分享过去一年的恩典哦，也为家人在新的一年做彼此的祝福，不是只有红包的祝福啦。哦，虽然今年红包加码哈，但是不是只有这样，而是神的祝福更重要。哦，那怎么样来操作这个年夜饭的祝福呢？我们在下个礼拜会把我们的档案分享给大家，哦，还有会印出来给大家。所以下个礼拜天弟兄姐妹来参加崇拜的时候，就可以带着这张纸，哦，我们文字稿全部给你，你就知道怎么样带领你的家来做这个年夜饭的祭坛、年夜饭的祝福。哦，但是我简单的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要点一下蜡烛，哦，一根也好，三根也好，七根也好，如果你今天需要带蜡烛回去的，我们在门口可以跟品方传道来索取，好不好？你要一根也好，三根也好，七根也好，哦，你就跟他讲你要几根，哦，但是不要帮别家拿啦，哦，你送蜡烛给隔壁的人，人家会觉得很奇怪哦，好不好？好，自己拿回去用就好了。一根代表什么？一根代表着是这个神是全能的神。哦，三根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哦，是一个完整的一年。所以你要用一根也可以，用三根也可以，七根也可以，看你自己决定。哦，点一下蜡烛。再来，我们跟家人们一起唱《摇摇花》，就我妈妈，哦，来祝福我们过去的一年，祝福我们新的一年。唱完之后，我们一起喊七声哈利路亚，然后分享感恩的事，哦，就是为去年一年所遇到的情况献上感恩。哦，然后当然我们也需要认罪悔改，为去年亏欠神跟人的地方来认罪。哦，那认罪完之后呢，有一个起印文，哦，我们教会比较没有再用起印文的方式啦，哦，就是我们会找一段的这个起印文给大家，那由家长来起，由孩子来印，哦，就是一个起一个印，一个起一个印这样子，哦，一人一句话的意思。再来完了之后有诗歌，哦，我们一起唱献上感恩，完了之后会读一段的经文，哦，这一次牧师特别挑了四段的经文给弟兄姐妹，要让大家在新的一年领受这个更大的丰盛跟祝福。哦，完了之后邀请家长带领全家人领受圣餐，哦，先吃灵粮再吃年夜饭，好不好？哦，在吃的时候顺便跟主耶稣说，主啊，帮助我洁净我的身体，把油都除去，这样子哈 ，OK， 哦，开玩笑，开玩笑 ，OK。但是先领神的话，先领灵粮，哦，先领主耶稣的宝血跟身体，再来最后要为七个阶段来祝福，做什么呢？要请一家之主，哦，家里面最年长的人来祝福所有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那我们把人生分为七个阶段，有从怀孕的啦，哦，然后孩子啦，青少年啦，哦，成年人啦，年长的啦，哦，七个阶段我们
都希望能够来祝福每一个年龄层。好，所以最后就是借由这七个祝福啊，七个阶段的祝福来祝福家人。家人在什么样的阶段，就用那个阶段来祝福他。好，那祝福完就可以开饭，就可以开饭。好，所以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邀请大家很简单的这样子，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哦的一个啊祭坛的时间。好，让我们先为了新的一年来祝福。好，让我们从神说我是首先与末后的嘛，从首先开始交给神，把一年的开始交给神。所以邀请弟兄姐妹在初一的时候可以回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神，但是我们下周日还是有聚会，下周日小年夜嘛，对不对？还是有主日的聚会，因为有圣餐的聚会，所以我们下周日还是有崇拜的。 好，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在预备进入到新的一年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你是首先与末后的，你是那开始带领我们的神，主啊，也是在末后让我们数算恩典的神。但是神啊，我们也相信在首先与末后的中间的这个过程，神你没有离开，神你也没有放弃我们，主啊，你的恩典一直都在，你的祝福一直都在。主啊，让我们在整个一年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来数算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也是紧紧地抓住你，抓住你是那供应的神，是赐福的神，是医治的神，是保护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知道也许疫情严峻，但是神啊，我们相信你的儿女是不害怕的。主啊，我们做好自己保护的工作，神啊，也求你用宝血来遮盖我们。主啊，让我们身体健壮，灵命兴盛，在新的一年所做的都顺利。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啊，恩待我们，也祝福我们接下来要把礼物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我们的摆上。主啊，让我们的奉献成为神国度的使用，跟许多人的帮助。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来预备今天的奉献。Thank you.
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把礼物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悦纳我们弟兄姐妹们的摆上。主啊，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疫情，在新的一年，主啊，也许也有新的这样的疫情的状况，但是神啊，你是不失信的神，主啊，你是应许我们会得到丰盛恩典的神，所以我们把礼物摆上。主啊，愿我们经历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30倍、60倍、100倍这样丰盛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临到我们的家。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恩待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啊，我们有一些新来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哈，翁成平弟兄跟庄文瑞弟兄，哦，还有翁少明弟兄，哦，还有杨尚琪弟兄，还有吗？哦，张宇姐妹，好。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有预备餐点哈，让你可以拿回去享用哦。现在这边不能用餐了哦，所以可以拿回去享用，请您在刚刚登记的地方来索取您的餐点好吗？好，谢谢大家。我们最后一起站起来唱颂荣的诗歌。齐声的哈利路亚，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还有圣灵的感动与充满，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大家可以到市集去走走逛逛。